Hello， 大家好，又系我 Jeffy， 今日同大家一齐喺屋企度做运动咯。咁我今日带嚟咗咧，我哋 FootDB 1.0 一个黄色卡嘅动作，就系 Single Leg Squat。咁主要咧就系用蛋白质做消耗嘅。咁我 Single Leg Squat 咧会有三个版本同大家做啦。咁我一阵做嘢时候，大家可以跟住做啦。咁平时咧我哋做樽腿咧系相距一齐落去噶嘛。咁相距一齐落去嘅时候，有机会我哋。 每一隻腳嘅出力會唔一樣啊！咁我哋練 single leg squat 咧，就可以幫助到我哋咧練翻每一邊個力量平均翻去嘅。好，首先咧我就做第一個版本俾大家睇啦喎。咁我做右腳嘅時候咧，右腳放後邊，左腳踏前一步左右啦，跟住前腳膝頭腳踭落地，係啦，前掌微微升高，係啦，我哋想平衡好啲。 大概咧兩隻腳腳距離乳留翻兩個拳頭嘅寬度啦，咁我哋平衡就會好啲噶。跟住我哋做樽腿要求都係啦，膝頭哥出力嗰只腳，膝頭哥唔好收埋喺裏邊，同埋唔好前腳腳尖。跟住吸氣落去，呼氣上嚟啦。咁我哋做嘅時候就可以將隻雙手放喺前邊，做一個平衡。跟住我哋要重心要留翻喺個臀部度坐落去嘅，心可以打開，眼望前方，唔好耷低啊。好。 预备啦，做三个俾大家睇下吓，好吸气落去，尽量坐，大概去到90度，跟住上翻嚟，好，第二下吸气落去，跟住系啦，呼气上翻嚟，第三个吸，系呼，系啦，咁正面俾大家睇啦，跟住到侧面，右脚后面啦，左脚踏前一步左右，跟住好啦，系啦，搏翻嗰个距离，好，跟住企稳。 双手放前面，预备落去吸气，跟住上嚟，系啦，尽量坐啦。二，尽量坐，好，上翻嚟。三，尽量坐落去，大概90度，好，上翻嚟。好啦，咁我做完第一个版本，跟住嚟第二个版本啦。第二个版本都系一样，我哋今次做左脚啦，将只右脚放喺个左脚嘅。 大概腳踭對上少少，要離開地下嘅只右腳。跟住個要求啦，坐落去嘅時候，重心放翻個臀部度。跟住手臂放前面，心口打開，眼望前方。好，我哋做三下正面俾大家睇下。好，吸氣落去，留意翻我膝頭哥。好，上嚟。第二下吸氣，好，上翻去。嗱，如果咧做下嘅時候，哦，平衡好啦，咁啊可以。 輕輕將只右腳踩翻落地下先，唔緊要嘅，跟住再擺翻好佢，係啦，擺翻手前面平衡翻好啦，攞翻穩定啦，跟住再落翻去做埋佢，繼續做埋佢都得噶啦，好，盡量坐落去，係啦，三，跟住側面，呢個側面大家睇啦，跟住將只右腳記住啦，將只右腳放喺大概喺個左腳嘅腳踭上面啦，好，平衡好之後，準備。 坐落去一，好攞翻好个平衡，上去搭住系啦，平衡到唔紧要，搭一搭再摆翻好位置，好第二个吸气落去，好上翻嚟，三坐落去，好上翻嚟，就系咁样啦。头两版本，咁第三版本咧，我都会同大家示范下嘅。不过咧，呢个就最好我哋同埋有。 教练嘅指导之下，先一齐做。咁我哋喺屋企咧可以做咗头两个版本先。咁第三个版本咯，都系啦，我做咗一个俾大家睇啦。脚摆前面，不过今次咧我哋只脚就唔踩落地下噶，系悬空嘅。好，好，嗱都系啦，手放前面，做个平衡，吸啖气落去，预备一落去，上翻嚟，二上翻嚟，三吸气。 呼氣上翻嚟，咁呢個就係第三個版本啦。咁呢個咧就最好有教練喺你旁邊做一個詳細嘅指導，咁先一齊做。好，今日我就分享住咁多先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